罗尔，你吹得真难听，简直是魔音传脑啊！接下来的表演才是真正的高手啊！好啦，我就不再虐待大家了。听说多才多艺的秀云也是直笛队的一员哦，但秀云即将从直笛队退休了，所以秀云要以薪火相传的方式，将热爱直笛的技巧与兴趣传承给学弟妹。让我们欢迎秀云和雨堂学妹带来的及格舞曲。接着，直笛队的生力军将为我们带来世界各国的民谣，由德国民谣、英格兰民谣、波兰民谣，当然还包括在地的台湾民谣。现在，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直笛队的表演。Thank you.
紧接着热腾腾刚出炉的台中市直笛五重奏第三名的队伍即将登台演奏。凯旋归来的他们是由六年级蔡仲琴、徐伟琴、陈佩仪、张慧萱、赖彩伦所组成，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他们。